大家好，我是青岛北大荒田园事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我叫杨小光。青岛北大荒田园事业发展有限公司呢，是这个北大荒集团一级子公司，北大荒丰源集团的北大荒这个丰源集团的这个青岛子公司。青岛北大荒的这个今年2016年的这个主要任务是，这个大力发展对韩的还有对海外的跨境这个电商业务。主要是我的这个任务主要是大量的采购农产品、水产品，利用这个 FTA 的这个，利用 FTA 的这个优惠政策，利用这个青岛跟韩国的这个便利条件，我们也希望这个借着这个机会呢，这个跟这个各位这个媒体朋友拜托大家，这个多给我们介绍这个好的这个供应商。这个因为这个崔先生呢，是我们青岛市人民政府的这个经济顾问，我们青岛市商务局的这个相关领导呢，这个介绍我跟这个崔会长认识，过来也是过来支援他吧。希望这个崔总长这个当选之后呢，能多为韩国跟我们青岛市的这个经济交流呢，这个多多做贡献，也多为我们这个青岛这个北大荒公司的这个业务发展呢，这个也多给我们这个给予这个最大的帮助，也就是拜托那个崔总长，也拜托大家。이제천지역에대한농식품좀어떤메리트가있을까요崔总长呢，这个因为跟我们青岛市这个交流比较多，这个我从这个他这个地方这个得知呢，这个地川这个地方最大的特点是，从这个交通是方位方面是在韩国的中心。第二一点呢，山好水好空气好，完了之后呢，有一些这个绿色有机的这个农产品呢，也是这个中国这个现在需要的，比如说那个人参嘛。인삼부터시작해서包括我昨天这两天呢，在这个地川呢，也这个在这个食堂这个吃饭，确实是味道不一样。这个中国呢，现在也随着这个经济发展，也有很多人吧，有这种对这种这个农产品这种需求。比如说日本吧，日本的大米吧，这个我说心里话，日本大米吧，没有我们北大荒的好吃，但是嘛，卖的非常贵。现在中国嘛，已经卖的就比较畅销了。我想呢，这个地方这个这么好的地方，这个东西这么好吃，多拜托那个推动他们多向中国介绍。但是我们也努力把这个好的东西拿回去，卖给中国的有钱人。这个还是。그러니까북대왕그룹이그한국투자를확정을하고서그물류적이라든가위치적으로봤을때제천이이제국토의중심부에있으니까그물류의거점을제천을삼겠다이말씀이시잖아요그렇죠요약그렇죠그렇죠네네